啊，夫人，我的夫人们啊，谭云，你这个该死的畜生！在龙啸林悲痛不已之时，司马雍正老去一抖，噙着泪水上前一步，抓住那仙将的双肩。我女儿呢？我女儿司马菲儿呢？回禀司马上将军，菲儿小姐也被谭云杀了。不，不，不，女儿，我的女儿啊！司马雍正和另外19名上将皆是悲痛欲绝，纷纷落泪。倏然，诸葛雄仰头哭喊：怎么会这样？那谭云不是早死了吗？他怎么会出现在一气之城啊？诸葛雄的话勾起了司马雍正的回忆，他一边喃喃自语，一边突然看向那仙将：对，诸葛上将说的对，我女儿早就把谭云杀了，谭云怎么会活过来？一定是你胡言乱语，城主，此人一定是胡说八道。龙霄灵闻言，眼神中燃起了一丝希望：你若敢撒谎，本城主必将你碎尸万段。城主，给属下10000个胆子，属下也不敢造谣啊，属下这就把记忆影像给您看。说着，那仙将右臂一挥，便在虚空里凝聚出了一幅在副城主府时见到令狐云飞的记忆影像。记忆影像里，令狐云飞对那仙将沉声开口：轩辕县城护城上将谭云，如今在一气之城大开杀戒，血洗了城主府31位上将军府邸，屠灭了炼丹炼气炼真炼符工会，所将此事禀明城主，告诉城主，我暂时无法离开一气之城寻求援军，让城主暂时放弃攻打轩辕县城，回来一同寻杀谭云。至于谭云，本府城主会亲自守着城门，绝不让他逃出去。记忆影像到此为止，而龙霄灵和司马雍正等人这才相信自己的家人被谭云统统灭杀。气杀我也，谭云，此仇不共戴天，本城主一定会剥了你的皮。还有，令狐云飞，你他娘是白痴是废物吗？怎么会让谭云混到一气之城，让他杀了这么多人？看着悲愤中的龙霄灵，司马雍正等20名上将军不由异口同声高呼撤兵，返回一气之城诛杀谭云。这时，龙敖双拳紧握，侧视龙霄灵：父亲，回去吧，待灭了谭云，为母亲报仇雪恨之后，我们再血洗轩辕县城。好。龙霄灵悲怒交加之际，城楼上的轩辕长风忽然狂笑出声：死得好，你们丢人吗？好好当当攻打我轩辕县城，我谭贤弟却将你们城主府所有上将军府邸血洗了一遍，真是大快人心呐！告诉你，司马雍正老匹夫，我谭贤弟的命硬得很，当年你女儿根本就没能杀死他。还有诸葛雄，你们所有背叛轩辕仙城的老匹夫，你们的家人死有余辜，你们整个一气之城助纣为虐，抛弃尊严为上等仙人卖命，你们都该死，整个一气之城的仙人都他娘的该死。小杂种，你听着，我龙霄灵还会再来的，撤兵回城。随着龙霄灵一声令下，200名仙将便祭出仙圣舟，载着一众仙兵，随着20名上将和龙霄灵浩浩荡荡撤离。半个时辰后，轩辕昊空轩辕长风来到轩辕圣山之巅，看着亭亭玉立不知在想些什么的轩辕柔，轩辕长风开口：
城主姐姐，龙啸灵退兵了。真的吗？是啊，柔儿。你有所不知，云儿成功进入遗弃之城，还大开杀戒，血洗了城主府，31位上将军府。只是，如今遗弃之城副城主守住了城门，等着龙啸灵返回后捉拿谭云。我担心云儿逃不出遗弃之城，他凶多吉少。不行，我要去遗弃之城找他。姐，你不能冲动。轩辕长风上前一把抓住轩辕柔的好腕。姐，你不能去，谭云足智多谋，他会化险为夷的。我不是冲动，他不在这些日子我想清楚了，我喜欢他，我爱他，我不能让他置身险境，我必须要去找他。就算我去遭到了不测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姐，你不能去。你给我放手。当年我去找他，你不让我去，我能理解，因为轩辕仙城需要我坐镇。可是现在龙啸灵已经退兵了，我怎么不能去找他？难道你想谭云被龙啸灵回去后逮住戳死吗？难道你想让谭云去死吗？在我心中，谭云就是我兄弟，我怎么可能想让他死？姐，我只是非常相信谭云，我相信他可以应付。可是你去了，万一被龙啸灵撞到，你还有活路吗？姐，三弟是在担心你呀。对不起，是姐话重了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我要亲眼见到他安全，我才会心安。不然我的一颗心日夜在承受着煎熬，哪怕死我也不怕，我怕的是他会遭到不测。唉，柔儿，云儿他已经有了7位妻子，你不在乎这些吗？大伯，柔儿当然在乎，可是能怎么办？他是柔儿第一次爱上的男人。大伯，若柔儿真的遇难，轩辕仙城就交给你了。柔儿走了。轩辕柔不再多说，化作一道流光便消失在轩辕圣山之巅。